多半后面拖着自制拖车，上面载着一尾黑尾鱼，民众在屏东东港直击的画面，而其实这在当地很常见。这个是利亚卡后挂拖车的摩托车，路上可以说随时都看得到，就是为了要载鱼货。阿姨，阿姨，这利亚卡要丢一堆啊？我们东港靠有的嘛。来到渔港边，这拖车整齐的排成一列，都是各渔民的车队。啊，这有个人的车队啊，哎，你要开色无同，哦，所以袂使乌白同场。尤其近期是东港黑尾鱼的产季，每艘出海的渔船几乎都是满载而归。又是好大一尾黑尾鱼回港，四个渔民费了一番功夫才把大鱼钓上岸。东港黑尾鱼短村鱼市场里人多鱼也多，满满都是黑尾鱼，全摆放在拖车上，直接拉进场拍卖。这机车用的自制拖车是东港人载鱼专用，因此在这黑尾鱼产季，机车托运黑尾鱼也正是东港镇上最有趣的日常。华视新闻中孟涵、邱君平、谢雨欣，屏东报道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